嗱，我哋經常練習嗰時咧，我哋要將我哋唔同嘅組合動作咧連貫自由發揮。例如我哋一個上鋤，一個直鋤，咁我哋可以用架用擋。好啦，咁兩個手同時做曬工作，咁做咩咧？我就去腳噶嘛，咁我腳咧就可以分擔咧去做一個還擊啊。例如你上拳架啦，擋啦，留啱啱空咗喺度啦，呢腳後腳啦喺度，咁個腳咧就可以發揮到威力啦。係咪？因為你兩個手同時用咗啦嘛，對方可能好快一二，你手都未有時間去放穩落嚟，或者點組合嗰陣時咧，腳正正喺後邊咧提起，咁樣啦，再嚟一次咯。好，上。嗱咁頭先咧，我嘅腳咧係一個直線咁向身體。如果有時咧，大家移動緊嗰陣時咧，你唔擔保人哋一定係企正你正前方咧，俾你起腳踢嘅。咁如果我係側身嗰時咧，側身咧，側身有側身嘅腳法。例如你連續兩個直拳，咁喺你我連接你兩個直拳之間咧，我自己咧去改變我自己嗰個企嘅位置咧，嚟就我用咩腳法啊？例如我直拳擋啦，壓啦，嗱，我變咗側身啦。如果我側身我同你唔係正邊咯，喺下邊勾你腳跟，咁你咧就會跌到啦。啊，再嚟一次啦，嚟。咁頭先我哋係兩個腳法啦，咁我都係一個直線啲嘅。譬如我擋你啊，或者用腳都直線。其實咧，我哋可以用一個圓圈。咁之前我有教過啲前手啊、捆手嘅動作咧，係一個打圈嘅動作。咁打圈嘅動作有咩好處咧？就話隨著你嘅手嘅來勢接觸你嘅手之後咧，沿住你嘅手咧去咧入你嘅身邊。本來大家有距離噶嘛，接到手之後咧，沿住你嘅手，即係以呢隻手咧係做一個引。你引導我咧，推埋你咯。咁好簡單，譬如你一個直拳，一個直拳，譬如一直拳，話擋咗，嗱啲直拳都走咯，擋，忍住啦。好啦，嚟到嗰時咧，兩手手掌向住你咯，喺度咧推嗰時咧，咁你咧就向後跌啦。我再嚟一次啦，準備。